那个张光正根本不是什么经理，他就是一个门童。你调查他了？你呀，还善良，对别人没有防备之心，最容易上当受骗了。那天，在你生日会见到这个张光正，我觉得他对你过于殷勤，根本不像是个当领导的，一查，果然就有问题。 我罚你啊！你把感情看太重了，最怕失去什么，心里得想清楚。所以你现在不光调查我，连我身边的人也开始调查了。我妈，你查没查？我是为你好。谢谢，不需要。不是你跟我生气我能理解，但是你因为赌气，你就选择这么一个人，那就是一个爱撒谎的小混混。 你的意思是撒谎还分等级了是吗？他骗我，他是经理；你骗我未婚未育，都是撒谎。你哪儿来的勇气指责别人啊？是，张光正也许是骗了我，但他对我是真诚的。你呢？你从一开始就不是认真的。我为你把婚离了。别在这自我感动了。你是为了我吗？你那是不需要你前妻了，刚好是我。 是一个你离婚的借口罢了。就算没有我，也有什么李友恩、张友恩，是你自己曾经在爱情和前途面前选择了前途。前途有了，你又觉得亏了，又想要爱情了。你这种人啊，你不会爱任何人的，你只爱你自己，还有你的钱。门童怎么？你觉得他这工作拿不上台面是吗？ 你觉得你比他强是吗？从咱们俩认识的第一天就开始撒谎骗我，被拒绝之后又完全不顾我的感受调查我骚扰我，在我的心里，你真不比一个门童强。袁。 走啦，咱们去吃饭了。不去。哦，那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带回来。随便。那我先去了啊。你要想来的话，随时给我们打电话。 张光正，你们家怎么跟洗浴中心似的？以前也有朋友这么说过。你还画画呢？之前房东留下的，这些家具都是以前房东的，我也没换。欢迎光临，麻烦开一下后备箱。谢谢啊。 哦，我来拿，您先请，搭着上。我们平时站久了，这样能舒服点。你当经理也要站着？没有办公室吗？嗨，我们服务行业嘛，老在办公室里坐着咋服务别人呢？我们还得四处巡视，帮别人接待客人，那每天路也不少走，得万把步呢。
你来看比赛吧。柳阿姨虽然不说，但其实他们都挺紧张的。而且你没见过别的队伍那水平，都赶上专业的了。我这套也就是投机取巧，不保证他们就能晋级。你这次要不来，说不定下次就没机会了。周三下午7点，朝阳区体育馆，我跟阿姨们等你啊。我现在更想看见的是你。Philip? Yes, sir. The examiner is ready. Come in, please. Hey, 你说我借这司机上台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跟服装不搭哎。没事嘛，阿姨，你看这红红火火的多好看啊！而且这个结尾的时候您在中间亮相，这可提气儿了。哎，这儿车什么时候到啊？那小柳他们也是，平时就爱迟到，没个时间观念。打电话问问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哎，柳阿姨，你车是吧？苏大姐，你们已经到齐了吧？早就到齐了，都等了半天了。哎，说好在我们小区集合，怎么就先去接你们去了？哎呀，半道遇见的这几位老姐姐，大街上边走边复习动作，那不知道了，以为街头快闪呢。哎，李阿姨和徐阿姨呢？他们自己开车，全家去看比赛，给咱们加油。哎，得了，赶紧赶紧，快上车吧。你安排一座位、啊？安排什么座位啊？你是队长，你坐前边。好，上车，上车，来。徒儿，一会儿上我车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关门了啊！阿姨上车。好，安全带系上。哎，一会儿见啊！嗯。还晕车呀？不是，我是紧张，我一紧张就想吐。别住了，别住了啊！我这会儿没法给你靠边停车啊，这车可是咱酒店的。这次真的是要跟有人说清楚了。一想到几个小时以后我就得跟他坦白，然后彻底没戏。好话歹话都说尽了，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啊？你就不能再等等，选个合适的时候再说吗？合适的时候就是个借口，我的借口已经够多的。怎么女神落地了？不是，是今天。她不是说晚点陪高层直接从酒店去会场？他让我提前安排视野好点的位置，说领导下午还要开会，可能得开场前才能到。